的人吃鱼吃袂鲜，讨钱的人讨无失望的脸，讨债囝乱开无钱当情面，头一日拢爱讲讨啊，嘿，讨客兄的某无面见上天，你好白讲，哦，就讲这個，今仔日吼来介绍咱今仔日的俗语，系，来咱来吃开心拉面，哦，哇，又够啦，乌鱼头壳壳，专吃加马托。谢谢。加马托，加马托啦，加马托，加马托。我讲，那讲了鱼啊吼，我内行的。什么鱼啊，头啊壳壳，你知影无？哦，马头鱼。啊，马头鱼。这个马头鱼呢吼，伊头啊壳壳。嗯。啊，主要呢吼，伊较无人知影，啊，尤其呢介绍会较贵，所以讲一般呢，人拢会用这乌鱼，嗯，来顶这个马头鱼。这个节目同吼，就是咱古早吼，古早咱的阿嬷有无？他较顶柴了啦，发簪啦，就是迄落迄诶车啊啦，吼，因柴迄车啊，就叫做节目同啦。较早吼，人迄泉州人吼，泉州人你讲的是吼，你节目头同。啊，那即卖即较早漳州人哦，即讲的都节目头茶。所以人当你讲吼，较早洛江人真爱食这乌鱼啦。啊，拢安尼为着要爱食乌鱼吼，啊，就来甲这节目头茶。啊全来提起买，啊来换食这个乌鱼。对，可见吼，这洛江的福建人吼，偌老享受人生嘞。要唔讲吼，咱主要要讲的唔是这个乌鱼，咱是要讲吼乌鱼子吼，贵得离谱哦。哦。所以讲今仔日啊，天天开心啦，一晚也是赶快这个主题，都是要哄坑咱即马这个新兴人嘞。你吼，你若会晓食，咱嘛着吼，伊会晓俭。